据报道，韩国女团 TWICE 的第三张专辑 TWICE Coaster Lay One 截至26日已售出347,000张，成为了今年韩国最畅销的女团专辑。在韩国唱片市场，女子组合的专辑销量相对于男子组合一直处于劣势。女子组合的专辑能够售出50,000张以上就被视为成功。今年10月21日的第三张迷你专辑 TWICE Coaster Lay One 一发行也是大受好评，将近350,000张的销量更是证实了 TWICE 在韩国的火爆人气。2015年10月20日出道的 TWICE 组合，以他们独特的魅力、个性以及正值青春年少的少女气息，迅速走红。在镜头面前，展现甜美且充满青春少女风格的九人九色魅力，活泼可爱的风格非常好看。本周 TWICE 还将陆续出演韩国各大电视台的年终颁奖礼活动。